你不是在协助猴子吗？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？在这里也可以监控他的行程啊。哦，唐月老师呢？去哪了？他确认血迹送到之后，就立马去支援西药赛了，叫我留下来守着玄蛇。嗯，那是什么？这些箱子里是给玄蛇疗伤用的血迹。 他现在特别虚弱，估计没办法自己喝下血迹。你要干什么？没其他办法了，只能试试。玲玲，再拿一瓶来。 我没事。刚才信号断了，我本想提醒你，白魔音对领地的看管十分严密，飞行巡逻是会绕事的。凌凌，我得继续深入了，信号可能又会延迟，等我踩到殷红草再跟你联系吧。进入白魔音的老巢，你可得速战速决，狂奸手环千万别弄丢了。放心吧，猴子。凡哥。 一定平安回来。嗯。火翼是现在唯一能深入西陵采殷红草的天鹰，这或许能给战衣带来转机。火翼一直不被认可，不唾弃它是杂种，这次是个好机会，我要为它证明。 飞下去，他们能察觉到你的血脉相似，所以不会对你发动攻击。你只要注意，别让我暴露了。会。 成功了，嗯，那就好。回来路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？嗯，危险，全部集中到西药赛去了。哎，玄蛇不是说要蜕皮吗？怎么没动静了？喂饱了血迹，身体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呀。啊！
能不能不要每次都突然出现啊？快看，他这是要蜕皮了吗？估计是吧。哦，快看呐，伤疤也一起掉落了。大家伙终于能够顺利度过蜕皮期了。等猴子回来，这次危机就能彻底解除了。啊，嗯，不好，怎么不动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张小猴，听得到我说话吗？他突然停下来了，可是周围没有出现任何生物啊。是张小猴的事吗？我是罗棉议员。你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，殷红草就交给我吧。私造毒血剂害全城爆发瘟病的人，怎么突然心系苍生了？你也明白，这次的事即便有王毅替罪，我也可能地位不保，但如果拿到殷红草的是我，那我就是英雄，到时候看谁敢动我。玲玲，玲玲，听得到吗？没想到你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子竟找到了解除瘟病的关键，但可惜挽救这次危机的人只能是我罗冕。把空间手环交给我。高级暗影系超级，你觉得自己是我的对手吗？把空气献给我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喂，风盘，别挣扎了，你跑不掉。风盘，看来你是不想活了，年轻人，尝尝被诅咒的滋味吧。就像是深陷黑暗中找不到出口，是吗？想当英雄，你还太嫩了。不能再等了，万一那只君主级出现，宋城就完了。我们不仅要抵抗白魔鹰的轮番袭击，还要设法阻止那只君主级的魔鹰，只能亲自上了。前方刚刚来报，那只银色琼主已经来了。白魔鹰的统领，四爪魔鹰。四爪魔鹰，
回事？这些畜生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整整十只统领级的四爪魔鹰呢，决一死战吧。议员，战况这么紧急，我们是要去哪里啊？去西陵救张小侯，他是为宋城百姓去采药的，我们不能不管他的死活。还活着，莫凡、玲玲，张小侯还活着，快带他进屋。是。红色的天鹰，不是灰色。谢谢你把张小侯带回来了，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最高贵的天鹰，人类会永远铭记你的忠诚，天鹰会。为了私利制造出瘟病，又因为私欲残害他人，罗冕，你是罪大恶极，根本不配做人。既然这样，摩天玄蛇，大家伙，你想报仇吗？那我们就去把新仇旧恨一并了结了。玲玲，你在这里等我回来。大家安静，安静。罗议员，真的是太感谢你了，有了殷红草，大家算是得救了。为大家冒险，这是我作为审判会议员应做的。议员，玄蛇过来了。玄蛇？他还没死啊？不仅没死，甚至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快走吧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啊。出事了。下面完成蜕皮，我一个人就可以灭了你。不可能，明明还需要大半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蜕皮，难道你是要透支生命跟我同归于尽吗？你可要想清楚了。你太抬举自己了，玄蛇早已完成了蜕皮，这还多亏了你啊，制造的毒血剂滋补了摩天玄蛇损伤的元气，你造过的孽反倒帮助玄蛇达到了全盛期，让他现在就能来取你狗命。